你这样不讲话很吓人呢。对呀，你要我教你冲浪也不用这样子吧。哎，你到底怎么啦？我问你们呢，你们还会记得国小发生的事情吗？国小哦，哦，我记得哦，有一次啊，我睡过头，然后呢，我穿着拖鞋啊，就到学校，哦，被全班笑死了哦，呵呵。哎，我也记得有一次阿公居然帮我带一个空的便当盒，后来我只好分旺福的便当来吃了。嗯，有这件事情吗？有啊有啊。哦，我都不记得了耶。原来每个人记的事情都不一样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要故意忘记时光胶囊的事情。嗯嗯，那你会不会忘记同班同学或者国小的老师？嗯，有可能哦，但是啊，我怎样都会记得你们两个。嗯，还有阿公哦。嗯，不知道阿公有一天会不会忘记我们。哎呦，不用自己吓自己啦。可是我听说老人得失智症就会忘记很多东西。失智症？你是说阿公哦？嗯。